赖达安诺。蛋姐。你讲子生有去甲丹青做伙，还够迄个囡仔？好好好，你等我，我叫水鬼。你就死大公啦！我想要对子生甲丹青创啥？文英，我要带去看卖。对了，经过森林小学迄张老师的评估，讲小乔学习障碍问题无讲真严重，有进步的空间，安尼咱就当放心嘛。是啊。啊，车上的人嘛讲，迄车哦，过来停两点钟，车才能修好。啊，无你带乔乔先转去，我来等就好啊。是啊。阿姨不可以没有礼貌。叔叔讲话，你都没有看叔叔。我小乔，不要紧啦，可能因为有叔叔太帅了，阿姨不敢看我了。你别随便啦，我哪有啊？哇，你今日头一次正眼看我，你也是没有啊，时阵哦。你小乔，我们先回去。等叔叔。口渴想喝水。好了好了，阿伯，你坐小乔去遐等我，我来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来去买的话。啊？喂，嘿嘿。哎，刚刚表现不错哦。呵呵呵，奖励你一下。狗狗，呜啊！哇！厉害！等我一下啊！喂，张记，安怎？啊？你听起来淡薄麻烦呢。阿伯，你呐，你把资料先传给我，我看一下，再跟你去讨论。球掉了！哎呦！小夏，这里！就是个大帅，那个下面人，你阿爷，应该下面人是你啦。你无看囡仔，已经行到安尼啊！你讲话讲安尼屁屁叫，你真正不是人个哩。你，我呢？耶！耶！啊啊啊！子生，
代志，我才来去陪伊。免啦，悄悄啦，伊无代志较重要了。我著叫你对你家己较好诶，莫安尼无要无紧，叫你去陪伊就去陪伊。对啦，来啦，走。等等，王俊，我你即摆啥啦？你声声句句拢讲你关心子孙，啊，即摆子孙的脚受伤啊啦，你搁伫遮撸，你敢好意思？哈？小小姐，子孙，走。你。妈，哎呀妈，你在创啥啦？我无代志，唔免伫只哦浪费什么医疗资源呐。Thank you。哎呦，行啦行啦。是谁？我无代志啦，我家己来就好。你哪会发烧啊？啊！你紧倒来，我来叫医生。紧倒哦！哎呦，就讲唔免啊，妈。子孙啊，啊，你发烧，敢会是你受伤啊？空嘴啊，去感染着哈？哪有可能这么紧啊？其实就是昨暗阿豪去感着啦。啊，不过嘛，小可代志要麻烦医生啊。什么小可代志？拄只站拢站袂住啊，搁硬要紧，拢大人大正啊，看医生讲说人病。听阿姨的话。啊，那连你们，听阿姨的话，听阿姨的话。嘿，明明就是恁两个带水害阮子孙受伤的，你即马搁敢安尼甲阮囝讲话啊？妖怪魔鬼！你顶届骂我坏人，即届骂我妖怪魔鬼，啊无像家己啊？啊？哎，好啊哦。咱已经吃到几岁啊？搁你甲一个五岁囡仔计较，你是倒位有问题啊？啊，无是安怎？宋丹青，谁叫你来啊？搁出去！阿娘，慢些，啊，你先多好休困哈。好啦，别搞这款人激气哈。啊，这间病院嘛是两公啊。敢那知影处理空碎，啊，唔知人发烧，这间病院哦，我一定来个投诉。哎，你这个人真正是，不管怎拢是别人的唔对呢。安怎？我是倒位讲唔对啊？你把阮子孙害到安尼，够面徛点吃？上无面徛伫遮的人哦，都是你啦！要做啥，赶紧去做啦，唔爱伫遐定地啦。佳佳，乖吼，啊，这边有好多好多的人会保护你，哦，不用怕这个妖怪魔鬼，哈，知道吗？你即马食我的，带我的，敢安尼讲我？安怎？是要甲我拍晓？好啊，好心伫个家，拍好一看，来，点吧，来啊！来、啊，走啦！宋丹青啊，你若是门外伤多无底套吼，这只小水话你出来去别个所在耍，莫牵拖阮子孙呐。阿是安怎？想要甲阮子孙再续前缘哦？你敢知影更小人给你安怎写啊？你敢点伊啊？你这死毒棍啊！你这个嘴除了会晓话讲以外，就是话啥了也袂乱喷啊！丹青，你莫听伊后壁讲，伊讲的对啦。伊家己已经把代志拢讲出来。哈？哈啥？伊这个大白痴，人早就知影啦。伊这后壁紧张是咧紧张啥？你到底有什么资格在讲笑话啊？难不是因为你失格？完全人找阮报仇，害阮出车祸失去囡仔，啊，家己去惹出来，真正有需要受这痛苦。来这
一切拢是你设计的。敢做敢担当啦，就是我设计啦，安怎？你这只死老骨啦！你的良心叫大哥起阿笑，你自己的孙怎么还？鬼去死死的！哎！哎！你笑我未？我是给子孙面子，我不是惊你哦。你最好把阮囝顾好势，若无我一定找你算账。我家己的囝，我家己的顾啦，免你加抱啦。你最好以后莫出来伫子孙的面头前啊！妈，妈，莫搁气啊，莫遮尔大声啦。若无，甲囡仔迄囝就袂安怎啦。乔乔，阿妈吼是要把那个妖怪、魔鬼赶出去，所以才会这么凶。哈，你不要怕，哈，知道吗？乔乔，啊，你这个动作，那你跟子孙一模一样啊！妈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当时有安尼啦。啊，在你细汉的时阵，若去予惊到，你就会做这个动作啦。哪有啦？嘛是啦，啊，囡仔是个习惯咯，大汉了就会无啊，所以你袂记的，这嘛无啥物好奇怪的啦。其实囡仔若是有一挂奇怪的动作，还是怪癖，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。一方面会当让伊情绪放较轻松，另外一方面会当让伊集中注意力。哦，安尼哦。唉，嘛是啦，我的宝贝孙，拢伫咧迄场意外中无去啊，我搁咧消受啥？